唐三吸收百万年魂环，晋升99级绝世斗罗。这个是百万年级别的魂环，还是神级魂环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昊天锤上已经多了一个魂环，这魂环通体呈赤金色，与千仞雪身上的最后一个魂环有些相像，不同的是它没有千仞雪那第十魂环那么强烈的神圣气息，可取而代之的是深不可测的强大杀机。海神第八考，完善海神套装通过，奖励海神亲和度提升30%，总亲和度99%。难道是因为我还没有经过最后一考，所以海神亲和度才没有达到100%吗？不管了，不论怎么说，这第八考已经完成。至于海神第九考，最后的传承情况如何，等回到海神岛，再向大祭司前辈询问吧。而且，曾祖也在海神岛上，肯定会对我有所帮助的。蓝鹰皇右腿骨飞行能力发动，唐三快速朝海面飞去。在上升的过程当中，唐三开始检测自己的魂力情况。他惊喜地发现，深海魔晶王不愧是百万年魂兽，他的魂力不但冲破了97级的屏障，而且又连升2级，直接升到了巅峰绝世斗罗的99级。